哎，大家好，我是 Bill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 FT 了吗？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项目，就是 Gucci 的 NFT。那 Gucci NFT 其实不是第一次发，他们之前已经发过了。但这次发主要最重要的不同是，他们跟另外一个很强的团队一起合作，那就是用 Super Blaster。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要今这次发出来最主要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请大地还是请大家来到我的 Twitter。那来我 Twitter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哎，我们这边有一些不错的新闻哦。那比如说 Jimmy Kimmel、那 Paris Hilton 跟 Justin Bieber，那他们其实都在发他们自己的 NFT，那他们其实在帮我们整个 NFT 的 community 成长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NFT 现在慢慢受到大的这种名人的效益，越好啊。那请大家来关注我 Twitter，而第一时间我们好多新闻都 Twitter 里面对，好不好？甚至交易的机会。那第二个就是来到，请大家来我们 YouTube 所有都是个人的意见，不是财务分析，不是财务建议。那请大家做好自己的研究，do your own research，控制好风险，好吧？大家控制好风险。那再来，我来到我的这个 Discord，大家赶快加入 Discord。我们今天早上还 Discord 讲说，哎，有一个不错的项目哦，叫 Hero Galaxy，也很早期的。那这有兴趣，大家有 NFT World 的朋友可以来加入。那还有我们这 Cookat Pad 这边 Whitelist 结果，大家可以来这边查询一下，看自己是不是抽中。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酷，看一下这个今天要讲主题就是 Gucci 的这个 NFT。那 Gucci NFT，如果你看它这边，它 Gucci NFT Gucci 日本其实这边出了一个这个 NFT 的一个样子啊。但我们要知道这个样子只不过是就是他们一个这个 prototype，就是一个原主做出来。如果你稍微去做一些研究，你可以发现。它其实，它这个所有东西，这里是手工画的哦。他们讲说这个是手工画的，那我觉得他们重点还是在于 Gucci 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时尚界里面就等于是元老级的一个品牌嘛。那我们知道最早从这个不管是 Nike、Adidas，这些都是比较像是快速的运动相关的时尚。那真正就是 Precious，就是真正的时尚，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买包嘛，说大家过年已经有老婆了，老婆的 NFT，那老婆怎么办？是买个包给她吗？那现在大家就等于是买包的过程，找一个很不错的这种时尚品牌，就是下一个 NFT 的潮流。那如果看 CoinDesk 的话，其实也讲了，CoinDesk 也是在一代，这个新闻是前2天就有了，那只是大家一直都没有特别关注，因为。大家都想说，哎，这东西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那甚至说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不管是抢呢，或是去关注呢？那再来，如果你再看看，如果来到这边，superplastic.com 的话，那它这边就是有讲到，他们下一个就是要做这个所谓的 Gucci Super Plastic，那这是2月1号，然后12点美东时间，那他们会 draw，然后这边有一个视频。稍微看一下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想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时尚感十足的 3D 公仔。其实很快就这样子，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让大家自己来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更多，好不好？那这就是其实就是整个 Super Plastic 跟 Gucci 他们的合作。那其实有蛮多新闻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逛逛。那重点要跟大家讲说，哎，如果我真的很喜欢的话，那我要怎么买？那如果我们来到 Super Plastic 的他们的 Twitter，你可以看到 Super Plastic 最早这个品牌，那他们是从 Vermont。这是美国出来的。我们看一下 Super Plastic 的网站好了，你看他们 Super Plastic 这家公司做什么？他们主要是做一些比如这个艺术品的游戏公仔。那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 Jack Breaker，然后他有不同的，他有好几个不，他们其实之前做过好几个不同的系统系列啊，比如说这个 Jack Breaker，然后 Super Plastic 跟 Gorillas 他们一个合作，Gorilla Spacesuit。那甚至这个 Conceal Burrow，你看它其实跟好多好多不同品牌合作。Super Plastic 它不是只有
做一两款而已，他做很多很多款，他做了很多款，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成熟的一家做这种公仔的公司了。那如果你再跳进来，它这个有一个 hat trick，它是 super plastic，它现在有几个系列，等下可以跟大家讲。它 super plastic，比如说它其中一个系列就是这个 hat trick pill，那就刚才这个头像，这有一个头，那这个其实现在都有3000多个 holder，2300个 holder，它价格0.82。那 super plastic 第二系列就是叫做 super plastic crypto jankies，crypto jankies，那这个是有将近6000人的 holder。那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公仔，就长得很可爱一个小公仔。那如果你点进去的时候，其实它这个就会动的哦。那还有第三个系列就是 hat trips，hat trips 其实就是前面这个所谓 crypto jankies 是一个类似一个小宠物一样。如果你有 crypto jankies 的话，那它其实后面它就有这个 hat trip 给你。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算起来，它整个共同的持有人的持有数量将近，你看2300，再加上这5600，那5600跟后面这3000有一些固定的，有一些重复哦，所以你5600加前面这个2300的话，可能加起来是6000多7000人。为什么要算这个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Gucci Vault 它里面的 Discord。那 Discord 我也把 Discord 放在下面的链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逛。那我觉得重点，我们就看 Discord 里面。它其实 Discord 里面没有太多东西。那重点来 announcement 好了。announcement 这边其实讲说，嘿，就是 Super Gucci New Flash，就昨天凌晨才发的。那是讲什么呢？因为之前大家一直在那边猜想，到底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发。那昨天凌晨讲说，哎，第一个 Early Access 就是2月1号美东时间早上10点，它有发3款，那每一款50只，一共150只，这是给 Super Plastic NFT 的 Holder 的人，那他意思指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 NFT 都算哦。比如说这个 Super Plastic Hat Trips Pills、Super Plastic 的 Crypto Jankies、那 Super Plastic Hat Trips。那如果大家想要趁这个热度，那想要说，哎，我也想来抽的话，我觉得最便宜就这个0.28。是，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哎，买这个，然后参加这个抽奖。那注意算一算，大概也有7000多人哦。你看2300。加5600，OK，8000人左右，所以8000人要去抽150只，那也是有一个几率在这，那大家可以参考，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是要给 Gucci Discord Community 里面的人，那就是说在这个 Discord，大家我会把这个 Discord 放在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这个 Discord。他会讲说到时候他这个时间就是2月1号礼拜二美东时间早上11点，他会在这里面drop，他会在某个地方跟大家宣布说有一个 code，dedicated code，你有这个 code 之后，你就可以去加入他们这个白名单。那主要他们这个是也是3款，每一款50只，一共150只，所以像两个加起来其实已经300只了。那他们这一批第一批其实要做500只，第一批是要做500只。那第三个就是什么时候？也是2月1号礼拜二，那就是美东时间，那12点。那这 Super Gucci Drop will go live open everybody，那是什么？就等于就是 public sale 嘛。那50个 NFT per baron，那250 in total。所以最后这个就是等于是公开发售。那大家要知道，公开发售这么多人，那这么多机器人，这么多 bot，这么多科学家，那大家去比这个东西其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参考，好不好？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当然第一个，当然看起来第一个还是最有机会啊。你看后一个 Super Plastic NFT 还最有机会，因为你看，如果你看这个 Discord 的话，Discord 现在也是3万人，你3万人去抢150只，跟刚才那个大8000人抢150只，哪一个几率比较高啊？肯定是8000人抢150只啊！那这个最后这个机器人跟这个科学家都不用讲。那大家如果真的对 NFT 就是 Gucci NFT 有兴趣的话，那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个 Hat Trips。如果拥有这个 Hat Trip 的，就有人机会就可以去抢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150个。那我相信这些 NFT 的持有者，不见得他们对 Gucci 一定有兴趣了。那当然是对 Gucci 这种时尚品牌潮牌有兴趣的人，肯定是有。那是不是跟他们本身这个
现有 NFT 的这些共同持有者有共同这些就是 coverage，那我们就很难说，好不好？那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哎，听说这个 Gucci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我之前就是有 follow 没有跟大家分享，那这边跟大家分享这里。如果你是觉得我的视频很有价值的话，那请你 follow 我们 Twitter 好不好？然后 Discord 加入 Discord 加入 Discord 加入 Discord，Discord 很多好处的，好不好？很多干货 Discord，然后还有我们的 YouTube，谢谢大家看到现在是大家很努力，我们大家一起赚大钱，好不好？新的一年快过年了，大家一起赚钱，好，那请把那个赞按坏，好不好？Smash the like button，Smash the like button，Smash the like button。好，把赞按坏，那转发，谢谢大家，Cheers。